要做好准备，有信心。那目前所有的接触者有八个已被全部传出，其中大家比较关心的三个没有出来做检核，那今天早上都不出来做检核。所以目前为止，新北市针对昨天两个个案，就是因为医院情绪所受到的接触，八个人全部都是阴性。所以目前整个状况实在控制当中。桃园现在他们好像那个放假的话是，提早放寒假，那也是。其实这样子啊，新北市目前所有在校园防疫，从去年一开始就采取最严格的三级防护健康的原则，尤其我们的博览一直没有取消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国中、高中的老师都已经打疫苗。那国小自营部除了民国六十以外，我们最近要追打三级。那目前整个校园的安全，从严格落实到完全一切都相对的稳定。不过，我们也会适合疫情的发展来做好防控措施。那目前状况，我们相信只要严格落实防疫，我们还有机会剩下大概到一月份的话，就可以操作一下。那我们这部分要做好准备，有信心。